近日在世界各地举办巡演，准备到澳洲开唱。他17日则惊喜发布自己翻唱阿令的经典歌曲的 MV， 以不同的情感来诠释这首歌曲，希望能让无法从挚友变恋人的朋友们都可以得到安慰。因为怕告白而连朋友都做不成就说不出口的爱注定无法升华。对此，周兴哲也表示，就是希望有这么一首歌可以让大家得到疗愈。而出道将满十周年的他，也特别征求粉丝们和他音乐有关的恋爱故事，获选者将有机会成为周兴哲出道十年纪念作品的一部分，还会获得神秘礼物，将有机会与周兴哲互动。消息曝光后，也让不少粉丝兴奋直呼准备去投稿啦。